今天其实等一下还有 DJ 共玩的一个活动表演，然后就是其目的也是希望说大家就是能够在淡水这边不光是留下眼睛的美好，也是留下那个耳朵的美好，不管任何事情都是美好的，好吗？然后他是谈什么啊？好，然后再来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就是收录在我专辑里面的一首很重要的歌，也是写给我的家人或者是歌迷朋友，一路上你们都跟着我，然后一路上你们给我很多鼓励，那相信在场的很多朋友们其实对我黄少虎这个人是很陌生的，不过没关系，希望说我能够给你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印象，之后能够到一个很大的舞台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我说我看过他这个白痴在那个淡水的旁边唱过，我看过他，没想到他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我也希望我做的某些事情会让大家觉得是值得骄傲的，然后我是车车王少虎，就回到当初的自己吧。Thank you.
2018年的几月几号？1月13号。2018年已经经过了13天了。我觉得，就是说，在这13天里面，就是好像是一个新的开始，又好像是一个我们可以勇敢的去面对过去的。勇敢去面对过去，或者是勇敢去挑战未来的一个开始。那这个时候的我们应该要卷起袖子，然后做好所有的准备，然后我们去相信，去面对我们的未来，绝对是一个好的结果。跟你的旁边的人说，你的未来是美好的。你的未来是美好的。快点，我们走的时候去拥抱三个人，拥抱一个人就好了。我希望每个人就是在2018年，不管遇到任何事情，然后不管去做任何事情，都会是很开心，然后没有任何的悲伤难过。也许我们会痛苦，会遇到一些挫折啊，或者是发生一些事情。我希望大家，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们，我们就一起手拉着手，告诉他没有那么痛苦啊，没有那么过分啊，我们都是好人，对，我们没有要怎样，然后好好的把他扶起来，然后再把他推倒。对啊，再把他扶起来。跟他说，刚刚是开玩笑的，就是希望，就是2018年，每个人都很好，不管你是什么星座，或马桶座，都一样。有什么血型、畸形都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相信，那就会发生。最怕的就是我不相信。带着手。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迎向未来。我们还在等什么？现在就是往前走，过去的都让它留在老旧的时空。再见软烂的理由，告别幼稚和脆弱，现在就要学会放下和承受。我的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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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未
手中，我的未来不会再寂寞，我将一切交在你手中，我的未来无限的自由，我将一切交在你手中，我们谢谢本寿乐团，谢谢你们，等一下有 DJ 跟我的表演，谢谢大家。